钢铁系啊，上回被我教训得很惨啊。这一次我们要决一雌雄。可以啊你，这次啊还有新装备呢。但是，你以为我没有吗？算你狠！下回我再来找你算账。哎呦我的妈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白鹿台。真要他上头安排的九九八十一难，打来吧贤弟。老牛家伙危险，会后退到安全的地方，看我来收拾他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许多网友想看关羽大战擎天柱，今天他来了。原来是关二爷，让你瞅瞅我的厉害吧。